林子豪这球打左半边，左外野方向，这是中华队这场比赛团队的手腕。所以对于一些球队来讲，这个球一垒手没有挡下来，形成了一支强袭安打。碰到手套之后，滚到外野的一个速度也变慢了。对，超出安打是戴培峰，变化蛮多的，变化蛮多的，很难抓。这球打到游击方向，哇，王拔这个弹跳球没有接到，哇，这个球可能要看一下，可能要侧动 double 不太有难度啦，但是应该有可能至少拿一个出局数。但如果是顺利接到的话，还是要透过比较大的一个转身哦。是。那现在看起来是给安打。顺位。哦，看到一个接球动作，看起来就是接到球，想要把球传向二垒，把我最近的方向。身体已经转到位了。对。只是没进手套啊。